不是味道。曾几何时哈、哦，爱火人打你无疑。那所以我就感觉讲嘛，啊，哎呀，我含外表的意见，哪话？你是我足深的那个感觉啦。不是啊，你王母捌你个啦。无啦，王母捌。是我袂晓讲。台湾功夫啦。其实，今日吼、哦，今日是。报道的人数是71例啦，啊，甲啊，迄两个外国，迄两个日本人无算啦，啊，迄啊，拄啊，迄个阿元，迄个朋友，迄个国王都无算啦，真真正了，咱有71例。啊，咱原来预估吼，140个，拄啊差对半。啊，所以这个差对半吼，坦白讲，这个主办单位吼，迄个退场甲迄个阿不然。咱个太过满烧，从爱满烧啥呢？因为吼，在恁阿未来遮个以前，遮是啥物所在？你拢知？即吼，即是讲一间一间个房间啊，甲咱住个二楼三楼拢同款。但是阿不然吼，伊讲啊，我会当来参加这个建国运动嘛？即是机器人伊家己个人感觉讲吼，非常荣幸，甲我讲吼讲啊。我能够参加这个建国的运动啊，非常荣幸。尤其是讲一旦看一个国家吼灭亡去，我、哦、这百年吼难得一见，真正无机会啦。你想看嘛，我讲这有理无？啊，今日啊，今晚过来，咱在座各位，我伫你的手头内底灭亡去，好、哦，刚才听到这个足爽的。因为吼，因为我伫这个所在爱甲大家人吼诉苦一下啦。安怎讲呢？71个人吼，甲咱预定的140个人，拄差对半。差对半吼，迄两个主办的吼，他甲莫爱烧的。因为在咱阿未来前两礼拜这个所在吼，拢是房间。马上甲放开，啊！刷入去，这个所在变作六个州的州长。恁看后壁这个咖啡色的厝，这个房间，这是六个州的州长的办公室，主席的办公室，含总理大臣的办公室，拢已经甲穿便便了。这个涂骹还是拄啊铺好的呢，厝顶还是拄啊创好的呢。电话拨到，含咱即摆伫漳州人伫洗身躯哦，大家洗甲真欢喜，哦，水有够烧，现烧的呢。电话甲咱水多只，甲咱只着开20几万块啦。甲咱只用电话只即个部分哦，互大家咱今日会当坐伫即个所在来上课。所以就是我讲安尼吼，可能也有个人有听有啊啦。啊，无钱啊，无你是变嘛？是变啊，就爱来拜托各位。我毋是讲要叫你吼，提钱出来，毋是这個意思。因为本地，咱即个办这个活动的迄个时阵吼，我有一本新的上届新的册，已经下出。这本新的册一开始呢。是讲日本在1945年8月15投降的以前，有5个所在，即马拢发生问题。南海、台湾、澎湖、钓鱼台、主岛、北方四岛，全世界这么多土地拢无问题。是啊，干那日本的土地即摆有问题，因为战争的关系。啊，这个战争的关系要安怎处理？大家不要处理。啊，这个大家要不要处理的时阵，大家变作讲啊，我的武力较强，我先跟你讲，啊，我来处理。
所以十月三十四日来讲吼，伫迄个十九个国家的面头前，伊讲即爱用国际法处理。所以十月三十一，中国的国务院的委员啊，姓罗，敢若是叫戴秉国。戴秉国。伊甲戴秉国呛声，伊甲讲吼，你中国若有迄个实力，你才会当讲你所讲的迄个话。意思讲吼，啊你若无来吼，啊无大家来战争。这就是接我昨甲各位讲的。其实美国最近是已经伫准备用战争的前途啊，前程啊。发展，咱看袂出来，因为咱媒体歪了。在美国有历史以来，捌派五只航空母舰太平洋，捌。在有历史以来，美国捌派三只以上的潜水艇，核子动力潜水艇，那个攻击的潜水艇哦，三只。在菲律宾，在韩国，在日本，你不能看伊去派这三只。迄天十二、十四，迄一天啊，佫派一只来关岛。F22，现准时伫十二迄一天啊，派四只，要佫派十二只，当作是要派十五只。来伫这个乌克兰啊，啊！你头讲，伫清单讲三只，到今日为止，咱的媒体拢无讲。我有听，咱有一个州长当时甲我讲，伊讲 NCC 啊。通知所有彰化市所有彰化的记者啊，有关清泉岗的事情不可以报道。啊，所以那个记者很奇怪，不可以报道什么？本来不知道就拢知啊。啊，这个清泉岗未当报道，是三两句话的。是去年四月七日，咱个台湾民政府的官方的网站就已经公开公布啊。公布伊的时阵，全台湾所有的人拢不爱相信啊，民进党也不爱信，国民党也不爱信，所有独派、所有组织拢不爱甲你相信啊。啊，但是吼，咱即款危险嘛真厉害。咱为迄一个讲袂平吼，所有诶较关键诶吼，也较巧诶，伊会去查证。李秀莲就是巧诶，其中诶一个啦。伊甲咱个蔡其元总理、国务总理啊，讲啊无你去查看卖。啊，若甲你讲叫你去查，你要去谁查？你就讲，我来现场啊！啊，伊去现场，去现场哦，要收清华港偌宽，你知不知？四千个。我本来是甲伊讲吼，真简单啊，我你若要立钱吼，你立钱去用迄个 Google Earth 迄地图吼去看。但是清华港你若无立钱的吼，你迄空照是甲迄个所在吼模模糊糊啦，我你看。但是你若去立钱，用迄个商业吼，你就看会着。
啊，但是伊真巧。咱个总理大臣啊，国务总理啊，头脑非常的好，无怪伊当过做总理啊。那伊安怎呢？伊现伊去洗，啊还洗无呢？啊，当带一担面嘛。哎，伊讲看到两个前军方的军人哦，入去一间早餐店，伊就甲锁入去，对入去。啊，怎啊对入去时阵哦？伊就甲伊问啊，恁有看到飞机无？拢讲无啦，迄两个兵啊，啊若讲有，会讲判军法，我甲你。拢没有，啊讲为什么没有？啊，阮迄、那个，阮是宪兵啦，啊离迄机场足远个啦，我看袂着。但是这个时阵啊，早餐店的老板，有听到？啊若我吼，我是早餐店的老板，我若听，安尼问我嘛会计较呢。你要问迄、那个，爱问我啦。咱的总理吼，就讲我喜欢问你，我每一天早起甲送早餐呐、啊，送早餐，送几份？送两百份。偌久以前？两三个月拢安尼。啊，伊就搁甲问较详细。所以问了后，伊大概伊就知影讲。即摆的情况，讲车有差不多两百吼，较矮啊。啊，毋是讲三架飞机，咱两百个人去赛。迄个派到对伊哦，伊爱维修呀，你明白袂？爱调卫兵啊。所以，过过一个月，安尼赛上，过一摆，过去，过去问。这边吼、哦，伊讲即摆早餐较少，但是迄边伊去。是那早餐店老板的太太跟女儿啦，每天三点起来做早餐。人遐美国人吼，拢食一百块的啦，恁台湾人拢食二十块的啦，拢爱食迄个吐司汉堡，啊不，吐司啊，迄个法国面包。我听到迄法国，我都爱笑。所以吼、哦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有来台湾嘛，有和我讲话。伊甲证实，每日伫迄个神卡古钓鱼台演习的时阵啊，飞机是为加山甲新庄港飞出，我马上较紧的写一个公布，甲第一讲，咱来发言就是第一网络一个单，啊，佫嘛是同款哦，讲咱哩碰风。我倒想想吼，台湾人足可怜，啥物坏都唔知啊。你一旦看会出来讲，美国即摆军事行动，伊一直要甲北韩解决。北韩伊讲有核子设备，伊认为讲，伊若早一日来解决，比后壁迄一日代志啊，搁较简单。所以较早解决。我讲讲的吼，啊，我未记要甲大家人拜托代志。讲较白的吼，咱毋捌讲落班啦。我每一摆毋是叫落班啦，我讲拢白说。所以有的班长拢咧讲哦，林志升哦，哦，五班就无足济啦。我讲话会害啦，这边哦，即摆现场实况录影落去较地吼，哦，伊有一块会馆呢，啊，遐尔啊七层楼拢伊伫用的呢，收分哦，拢住伫遐呢，哦，林志升毋知佫落无偌济款，食冤枉啊，怎讲哦，爱叫拜托逐个人来帮忙。帮忙咱的组织，我讲一摆哦，唔是要甲你募款哦，是帮忙咱的组织来推动咱这个论述。650只，啊，我分做两种，瓶装1000，精装的1500。你敢有讲？每一摆吼，我的车拢足贵，我第三车一本2000有啊，拢英文的迄本迄2000。
美国人你买，我拢卖，我加卖。啊，伊讲我你台湾你买一本200块，你卖4000块，啊，智慧财产。你美国人讲诶，我干那听迄个律师，律师你告美国一点钱要偌钱了？你怎知？4500，美金啊，当然是美金啊！我都跟你讲，迄个4500伊是安怎甲我算的，你知不知？我一个资料寄去给伊，伊甲我读，读开两页了，两张纸了，读开伊讲半点钟。我要告，要拜托伊告，伊替我读资料，我会付伊钱，你要相信？对哦，哎，你讲对，啊，你美国派哦，所以伊去，因为迄个做律师事务所去查迄个资料啊，查资料3.5点久，算钱呢，做一个官司告起来要偌济钱？当然啦，遐个讲我去无款遐个人也真巧，因为因知影讲吼，迄真正开足济钱。经过为2006年到今日，咱这组织尽管拢在欠钱啊。因为我家己个人两个代志，我袂忘。因为大家拢知影，我太太19年前过身，到今日我无错，所以查某的我拢袂忘。所以咱大家咧开玩笑，我免甲讲遐啦。因几啊年啊，拢无爱去使用啊。第二点，我爱讲就是钱啦。所以足歹势，就是对客栈足歹势。因为我一个无收钱，这客栈即摆你还这个财务大臣哦，大家拢讲过伊的，啊伊敢有收钱？无啊。即边70米的人，一人5000块，收35000啊。本来是预定讲还有140个，啊，我只安尼算140个，因为咱的内阁60名嘛，咱的参议院的参议员41人，照道理所有人拢爱来受问。啊，6个州，小内阁，伫这一边的受问以后，小内阁要组织啦。安尼，我想讲清清菜菜无嘛有300个，啊，搁较无嘛爱200个有啊。我花减一半，讲140，我想讲70个。当然，这70个安尼坐蛮真好看。你若讲安尼，伊现场直播，大家伫网顶看，会大家拢足惊咱个。即摆所有个独派，我讲独派是唔对个。所有基层讲是要做独派，要做台湾爱台湾个吼，其实有千外人是假。我来知影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CIA 当面甲我讲，要骗主席去恁台湾，有千外个是假，我即摆认真来看，名真侪是假。表面上，哦爱台湾，表面上台湾主权独立，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讲到上尾诶，拢会讲变做啥？中国嘛未歹，你甲看，我实在讲吼，谢长廷我是上较歹评，因为伊甲我真好。我大同夫人家家里边孙，伊是外省，伊是甲我介绍。伊甲我发表迄个宪法一中诶时阵啊，我有马上写一篇文章。迄当伊要选总统，迄当我写一篇文章啊。伊接到迄篇文章，伊惊一个。马上打电话甲我提，志兴啊，迄篇文章你莫发表。我好啊，我毋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伊这个宪法个表吼，我感觉讲吼，害啦。伊就是美国去讲的其中的字。我甲国民讲一个比喻，伊伫选总统的时阵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。有派代表来，迄个时阵有同我讲一句，我甲讲，啊，恁来买支持谢长廷，
伊甲我讲啥呢？迄谢长廷不可信任，谢长廷不可信任。啊，马英九就可以信任吗？伊就伫笑。了后，我先打电话谢长廷，叫我去。我下，伊叫做客啊，伊英语也叫做客，胡润霞叫客，我下客啊。啊，你讲奈讲对你不可信任？伊甲我讲，我无做啥物代志啊。我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甲我有一摆，你去美国访问的时阵，叫你请你单独一个人入去一间办公室内底，内底有八九个美国人，甲你围咧，含你去问话，有无？用你来知，我美国人一中的人。我你伫内底讲啥？阮台湾，大家都要独立。阮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我要入联合国。我有这代，如果其实去八九个内底，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。伊讲去八九个拢无介，自我介绍讲伊啥物人。啊，伊刚问讲，诶，安那边啦，讲简单讲，你以后莫阁讲独立这两字，伊讲建国就好。你讲建国，我其实毋是建国的，应该是自闭啦。伫美国的机密档案两千几页内底，1950年最后要签就恁个和平条约的时阵，联合国的内部会议有讲六点对台湾，其中第五点就是讲要让台湾自立。其实我有想到过哦，我讲自立，我即马来，伫迄个旧年自立写这个自立吼，台湾人我都接受，听无啦。但是今日我甲你讲自立，你就听无啊。所以台湾要建国哦，我直接敢讲，咱在座各位哦，无一人看会到。但是自立真短的时间内底，你看会到。你甲想看卖啊？台湾的地位，不是这个昨甲昨日。我所讲的，我讲日本已经在推动讲，没有证据显示台湾人不是日本人，这代志开始在日本发烧哦。啊，我看到联合国讲这个主题，我深深感觉一点，台湾的问题绝对是法律解决，其他拢无法度，其他绝对无法度啦。即马美国读甲你听的，含咱去讨论的，要安怎来处理？伫台湾即块土地顶边的流氓中国人，要安怎处理？1949年12月初7，我日记拢记甲足清楚的。我从细汉读册吼，记忆力特别好，所以日记我足清楚。12月初7。国务院有一段秘密档案去予国务院删除的，后尾也搁找出来、顶出来。迄个时伊就去讲啊，伊讲国务院建议国防部派兵入来台湾，用蒋介石驱离台湾，啊，无伊爱做政治难民。但是后壁这个五六十年内底，咱台湾人拢唔知。所以头先子丹兄，伊讲以前惊唔到，其实唔是惊唔到啦，一直中央的在所谓的独派的领导人吼，有一挂人有问题，就敢若亲像蒋经国当时要予民进党成立的时阵。含民进党讲五个条件，其中有讲，恁民进党成立爱伫我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做代志。啊，若安尼，我袂甲你掠，我阁予你钱。所以我认为，
徛中庭去甲收一十万，要做叫好伊这个代志，我认为迄是真诶。啊，毋是干伊一人去。你啊看，毋是讲伊较巧，伊毋免搬。你啊看新潮流这边，阿扁掠去搬，啊新潮流遐个头八条掠去搬，你有注意无？吴奶奶有掠去搬无？无啊。洪七章有无？无啊。干那迄个邱毅人，他是煞掠去搬。新店留遐个头对着两关，各位，这内底就是有轨迹在里面嘛。啊，台湾人不要看啊，要你支持民进党啊，因为伊敢若用一句话甲你讲，你甲你吓，你就吓死啊。啊，若无选了民进党，你要选了难道你要选了国民党吗？啊，国民党若掉，咱要安怎？倒，台湾人倒。我啊，平装本一本是一千啊，啊，你千万袂当甲上卖哦。你卖，我有哪有条件？你卖就免遮卖，啊，无就送啊。袂歹，即摆大家拢有概念。啊，这拜托各位啦。啊，你若讲十本起，敢卖一万块？啊，你五千块，你即本你的培训的费用你就有啊。啊！若不摕五千，搁摕五千块，搁买十本哦，啊！你就会当提加减有收入，啊！搁关乎咱就好啦。啊！所以等下吼，拜托大家先聊吼。啊！你真正会帮忙诶，我是无你甲讲，伊讲啊，你来啊，我即个面底皮嘛足薄诶啦，我袂甲你讲，公司都爱安怎啦，无啦，我无安尼啦。啊！真正吼，我足感动，非常。啊，迄个刘先生啊，咱都下堪要提这个一两亿的厝出来，互咱用。啊，咱这个单单家己要装潢，家己要来用的所在，啊，是毋是讲安尼用的？后摆袂当用安尼。人伊有讲呢，后摆咱这个组织所有的人，你若要利用啊这个所在，拢会当来用。水电家己负责。啊，若要食饭，伊。迄个食饭的钱，你家己出到，迄几百块尔啦。啊，这个所在，互咱大家会当用。啊，后摆咱就固定办公室。啊，无上无，咱若建国以后，这个做嘛，那变作博物馆。我讲有理无？所以讲起来吼，真正是爱拜托咱大家斗三工啦。这个时阵，真正爱大家斗三工。我都欠七十个人，这边的训练欠七十个。当然，我知影吼，出五千块是来讲，尤其是我来讲吼，我即摆嘛无头路嘞。我为两千块二，但即摆拄啊有九年嘞，九年我无食头路嘞。啊，但是我甲你讲，我会当挂落来吼，太感谢我的小弟，我伫公司内底挂名，一个月吼领八万块，啊，佫每年拢有。年终奖金，啊！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要安乐，我拢用无够，无一个月我是有通出的啦。哦，好好好，你听哦。我跟你讲吼，我无食薰，我无饮酒，我袂外表。啊，我是拢起过，你坐车尔哦，坐车还阁小事哦，拢是应接应了。我拢做出几顿来，甲今日出几本册，十一本，每一本拢是畅销书的。我为第一本讲从中国出头，为德国、为法国、为日本走来买呢。一本卖十七万本呢，但是我无收到版税，我头一摆写字，我做戆的。人家讲吼，
我甲你认啦，吼、哦，我拢是，我都毋捌写过字，我有人要甲我认，好啊，真好啊，我就甲答应。我讲，我毋当然听，我毋敢，毋敢讲哦，啊，我有版税，我别，我毋知影迄版税这个圈，这个道理啦，吼、哦，人甲人甲我讲哦，啊，我拢要一摆来认出来吼、哦。啊，我送几百本啊，给你啦！哦，我足欢喜的，好收哦。一个出来讲卖十七百本啊，我赚无半仙。啊，迄哦，迄本册偌好，偌好名声啊！带出来时阵哦，无一个册店敢甲卖的。啊，落尾伊找一批开始卖起来啦。车头前台北市的车头有一个衡阳路，恁知吼？遐有一个叫做个书摊有啊。迄、那个册店吼。伊甲我讲的哦，伊亲自甲我讲哦，我一天补你本册，一天补七十摆。我迄本册老好卖啦，啊，当然迄本册内底有写着连线，我写连线，啊，我相信的。迄个时阵，连线吼、哦，透过迄个蔡志宏，我蔡崇杰，蔡崇杰我就好嘛。啊，伊人蔡志宏是做迄、那个。连前的竞选的副总干事嘛，去要求要甲中国谈判，啊，我已经伫中国足吃得开的。迄个，伫电视啊，讲啊足歹的，迄个朱镕基啊，朱镕基去讲遐话是啥？叫伊去讲的，你知毋知？蔡世宏，我，啊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。诶，副主任，甲讲，迄阵我离选举，迄年诶选举，剩七天啦。伊甲讲哦，啊，连先生哦，希望你们能够军事演习。啊，我一边我听我惊着咧。啊，你知影伊讲，咱要叫中国军事演习，你吓你台湾人啦！你若台湾人惊诶时阵哦，票就会转哦，连任啦。啊，伊讲哦，七天我们已经准备来不及了。可是我们过几天，因为朱镕基要讲话，我们可以让朱镕基讲很严厉的话。哦，这边是安尼，朱镕基出来讲话，我在场咧。老板，我一本写一个出来，从中国出逃出来，连连加句。叫我爱赔钱，啊！另外，那也无消息，报到足晚，报连战讲叫我赔钱，迄个我为中中华多倒转来，我也戆戆嘛，我甲法官讲，检察官啊，我甲讲哦，把我抓去测谎好了，啊，我真正去测谎呢，测谎通过啊。啊！但是这个连先生哦，连前哦，叫我一个足好的朋友，这个啦，因爸爸是非常大粒的，你们听，你们知影，非常大粒的，就是他拄仔你讲迄个无穿衫、无穿裤，后壁赤龙赤凤，去看的台球的人，啊，伊的后生，是立法委员。跟我真好，伊在我伫环球电视台做总经理，连续买八九摆，一摆500块的便当，来请我，搁请我边仔所有的人，啊，好啊啦，免啦，啊无你安尼啦，我请你去澳洲旅行啦，去做一个月，所有钱拢我开啦，我做总经理虽然是无薪水来讲。哎，做总经理嘛不哩，我迄阵拄啊开，我毋捌换过电视台啦。我换电视台吼，拢无经验诶。但是我是做义工诶吼，365天，搁加7天，就是我真正上班诶日子。拜六甲礼拜我无休困，我去做，所以即摆媒体诶生态我非常非常诶清楚。我叫我去澳洲佚佗一个月，啊，要甲我负担所有费用。我唔免啦，不然啊无安尼啦。
好先啦，啊，无你讲要怎处理，互你去处理啦。伊国民党周守训提现金去替我填报单，但是报单内面伊讲足清楚哦，就是道歉启事哦。伊加一个声明启事，伊讲我迄本册第几啊第什么所在吼，言迄个所述吼、哦，有失。有失真实啦，外边看一下有失真实。后边哈，声明人林志深，那是不是我？那是不是我？我问恁各位啊，是不是我？啊，恁的答案甲中，迄中国时报讲拢同款。迄林志深太是你，啊，全台湾林志深有几百个，你嘛拜托的。啊，顶官也无身份证，号码也无住址啊。无对啊，没有身份证字号啊，无住址啊，迄个林志升那是我。是啊。啊，人伊解救婚去换伊，我要撤回告诉。啊，撤回告诉。所以到落尾啊吼，嘛有人，我开始讲这个论述的人吼，有人攻击我，讲我甲吼迄拿军吼，妥协啦。哦，连电唔知摕偌济钱予我，啊，所以我的有钱就是连电予我啦。我实在讲吼，这代我足稳准的。当然，我以前捌讲过伊啊，吼，这算头一摆吼，对咱台底人讲这个。啊，我搁袂记，他讲什么？搁袂记。但拜人讲过哦，拢足邪不顺的。安尼啦，拜托的。十八提你无多提啦，二月五号吼，你绝对无多提啦。你想看卖啊，一本吼六百五十页，遮尔啊重啦。啊，一只一定是足重的啦，所以十本册爱甲你弄起来。爱当拜托后壁迄个啊，叫阿娇小姐，啊是陈小姐吼，摕一个文纸吼，逐个人签啦，好无？好。吼，有你签啦吼。哦。啊，非常感动！啊，这是安尼啦吼，特别讲吼，毋是为着我，你会记哦。啊，无你外口搁甲我讲咧，个，我捐偌济钱吼，恁自身，毋是捐吼，我即摆是找我捐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恁倒卖册，吼、哦，大家做 sales 啦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啊。拜托，会使无？会啊。啊，无两只声咧，大家做干活咧，快咧，啊，会使无？拜托，拜托，万事拜托。因为吼、哦，算我四五啦，我本来是一年想要有一百四十个，七十几个，啊，当遮落尾搁提唔起，遮因为我没有你的 email。啊，遐做美国人较一分难。我今日有一个题目，就是讲，比如讲咱台湾民进党甲这个国际关系的问题啦。各位，咱在座各位吼，咱的议长。安尼自在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迄个郭牧师，我看无几个人吼、哦，真真正正国际上的会议有去参加，我看无几个。含美国政府都甲我讲，恁台湾人到今日为止，拢无哩甲国际上 touch。就是电动啦，我就顶回昨才甲各位讲嘛，八月初八迄边的酒会，台湾人集一堆啊，美国人集一堆啊，因还袂转来，因伊还袂转来时阵吼，我就拢知影这个消息啦。转来我就先甲伊问讲，当是发生啥物事？恁来拢台湾人集一堆啊？啊，我都毋知要讲啥，啊，我英语也无偌通。所以我告诉你讲，有人去问讲，啊，民进党后摆语言是啥？语言是啥？但照法律来讲吼，日语。照法律啦，你拢袂认的，你是日本人的，只不过是哦，国民党甲你教了，你唔知影尔。
国民党照道理在占领台湾的时阵哦，袂当将日记哦废帝废止是不可以的，袂当叫台湾人做兵。即摆有一个迄个三一啥物做兵做三年，即摆一年去陪我。路易特，你听我甲你讲哦，我感觉这内底有阴谋啦。我甲美国讲哦，你占领台湾。中华民国占领台湾，你叫台湾人做兵，那是可恶的代志呢。美国你若占伊拉克，有叫伊拉克人去做兵无？有无？绝对无嘛。那你叫我台湾人去做兵，所以不管你是做两年、做三年，拢爱赔呢。对，所以讲，迄、那个路易特迄、那个哦，伊起码迄个加做一年哦。听讲今年年底哦，要给大家好过年，听讲要赔300万。啊，而且呢，也解决咯。你听我跟你讲哦，伊要还咯。啊，伊这个还哦，后摆迄两年若要赔时阵哦，我着头前赔300万，啊，我后摆你做两年，我赔你600万。你来看卖啊，我感觉讲哦。当然，迄是即摆讲是错着人立场的。其实提出这个主张的是咱这个组织。咱甲美国你讲的，2014年台湾人毋免做兵，是啥物人的努力，你敢知影？是咱的组织创的。我会记我咧选举的时阵，我著甲各位讲过。即摆一年，美国拢开始伫实施啊呢。美国半年内底判决咧，你讲啊真清楚啊。阮虽然司法单位袂当对行政单位要求啥物代志，但是阮要求行政单位爱照法院的判决依法行事呢。所以美国有依法行事无？有。台先七月初四叫你去办台湾民政府。到月初八，伊主动的呢，叫咱去办酒会，含来宾，伊就甲你找好好的。我当时住伫台湾，我哪有那去审查咱美国的六大家族？我甲各位讲，包括五个行政单位派人来，我都唔捌，是因家己提名片。交吼，迄当时代表我诶人，我甲你坐，你坐到面面前，你甲我拉者。我甲你拢有啊。十一月初六，要求咱成立内地，即马开始公民权益法案第一遍诶，咱有寄互伊。他袂讲吼，迄公民法案寄互伊哦，无两工甲退倒转来，你有拉者。那照你原来公民法案，安尼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会当马上变作你本土台湾人？我请问你，咱流亡台湾的中华民国会当变作台湾民政府无？对无？对啊。会啊。所以当地人去开会，十几个人行出去，哇，咱咧袂使，咱坐到修改，所以咱才累积时间。所以各位，你对迄份的法案，你若唔知影，你唔通学袂解。你唔知影，你问阿元，问咱的国务总理，迄内底有玄机啊，你看无呀？啊，你若讲啊看无，你来我讲。啊，国较白的，就是讲，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要变作台湾人啊，爱用手续啦。但是要用手续，内底互伊看袂出来。你看你好唔好？好，好唔好？好，好嘛好。因为吼，这一年上最温存的。我恁人讲安尼，我嘛足惊你讲出番话。安怎讲呢？
咱下面嘛爱和平相处。蔡英文两礼拜前针对咱有讲一句话哦，伊讲吼，有一阵就是讲咱有一个团体哦，一直在讲自称本土台湾人哦，一直没有办法融入其他的中国团体，讲一句话。你唔通就是讲蔡英文未去看咱的官方网站，含中华民国各阶层都去看咱的官方网站。中华民国外交部，我甲各位讲，当然有几人超一半以上无听到，我阁讲一摆。两礼拜前，叫我去外交部接班的，伫我算亲戚人头一摆伫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吃饭。你想讲，当伊要打电话吼，伊先打予咱的总理的。坦白讲吼，伊嘛知影讲，随便要打我吼，我不一定会接。A I T 政治组的组长，连续三摆，伫2004年以后的一年，2005年。三摆要求要见面啊！我讲 no， 你是被告，我是原告，我们要见面要请律师在场，这是律师打卡。当然啦，有的人嘛真讨厌美国，但是我要甲各位讲，咱无资格讲要讨厌美国人，但是美国伊对咱台湾的人权。他确实是无伫照顾，啊！你即摆要叫咱台湾人和你中国人和平相处，歹势，照规矩来。你中国人爱先转化为台湾人，你没有规划，当然啦，不能规划。那天我那孙斌跟我讲，你台湾人没有国籍，你怎么叫别人规划你，变成你没有国籍的人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所以，阿哥，咱个阿哥法务大臣呐，你问阿元，哎，阿元吼，伊咧讲何瑞元，我们给你特殊条款，变成台湾人，他一定很高兴。但是你阿哥讲吼，那你要放弃美国籍。干那美国一关就未过啊！美国说开玩笑，你要放弃美国籍啊，加入一个没有国籍的地方，这样怎么可以？你不懂了哦，日本就是这样哦。有人说，我日本人，我娶了台湾人，一个有国籍的人跟一个没有国籍的人结婚，请问他的儿子是谁？是有国籍还是没有国籍？有国籍，当然有国籍啊。啊，那国籍是谁？日本。啊，哪中国人的中国啊？这个你看都想不了呢。哦，我咧带阿兰阿来做我偌好咧，水还阁少咧，不俗。你带来看卖啊？囝细入去，囝什么人？中国人。中国人啊！蒋介石就知影，蒋介石伊的法律的规定啥？你听好看。中国人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跟台湾人结婚，他的儿子也籍贯给你写上中国，正确啊！啊，这点有读见证文。所以，咱的温州内底，咱有甲各位讲，你要结婚，有我时间到。讲个讲，所以，咱美国甲咱讲，
你们要定这个法案，一定要参考人权人民人人人人权法人权公约。但是，即摆我讲的真重要，听好哦。这方面，咱有个解决。咱的人权法案内底有解决的办法。啊，无讲，啊，你袂较早讲，我袂用。予中国某啊，还是讲我已经叫中国翁啊，安尼命让我寄生嘞。咱有一个特别法案，咱的法案就是讲，你会当经过申请，啊有户籍，经过申请诶，就可以变回台湾人。公民权甲居民权条件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我有讲一半。马英九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搁甲你讲，因为民进党，你讲马英九的身份啊，民进党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动作，真的有法律上的动作是谁？烂啊！我今天个狗啊，啊狗那个地吼。咱的美国国务院派人来跟我讲，林先生不要告了，我告诉你答案哪的啦。马英九当时是去多伦多，一天就绿卡了，由多伦多离境。以法律上来讲，马英九的身份即马是留伫美国，伫法律上哈，法律上。今日李庆安就是用这种的方法，但是李庆安伫伫话里甲杨淑丽讲，中华民国爱驱逐杨淑丽出境，你讲你好大胆，好，甲你公布你的公民的身份，安怎立法委员免做，安怎讲话呢？马英九到今日为止是绿卡。但是，伊若卖做总统，飞去美国去一天，落地，伊马上变做美国公民。这是真真正正马英九的身份。所以，伊即摆伫测量伊的立法委员，我要通过一个讲，绿卡也可以当总统。啊，所以呢，我是刚刚我讲这做你的意思讲，啊，你民进党过去拢干呐嘴讲讲，拢袂晓去做啦。真正有去通法律的人，咱这个组织，所以我敢讲，干咱的组织有法度，予咱台湾真真正正变作台湾人的台湾，你讲好唔好？好，谢谢。我现在就是要讲，好啦好啦好啦。按照法理来，这个时间跳过浪费啦。按照法理啦，啊，希望讲，我嘛不要去听相公。马老师来不？马老师来不？我来，你头先讲嘛吼，吼，迄个安尼，无咱就直接来结束。啊，迄个古文的书下来甲先讲吼。啊，起立，我来甲见面一下。这里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没有
对啊，我这个记录完呢，就直接事实上我要跟他说，我没有要，他让他自己去讲，就你跟爷爷讲一下，我要跟他讲。对，因为里面有讲到一些法案，法案就公布，这边就公布。对，他也不问了。对啊，我知道。你那个，你在那个部分哦。那这样没有，我也不用传的啊，因为这个这样子是怎么？可以让光对啊，就一片一片寄给他。对。没关系啊，我在听，那我大姐也在听啊。不是，这都会保温，都会保温，我肯定保温的。我是都会开高，因为那边的天气的那个超便宜啊。我摄影的部分，我嘛是去的嘛，是最后是主动不能无啦，因为那个如果是讲我们在这一节协调，所以嘛我可能这马上就拖爸爸，真的没了，应该跟伊的。对啊，他我就我昨天也在空中也，他的身份就是这样，还没嘛。其实我就是在这个考量啊，所以针对到我情况，我的心本来就一秒这个部分，我就要跟爷爷讲清楚。对，我无得改变，也在讲这个。因为跟我现在刚刚从高雄已经一路回来，我回来台湾七年这个法律的事，我可能都不能够没有上法律，那就民法三十五条刑法几条嘛。一句话，我们俩跟计较网络的也好，干啥也好，有一个基本的道理。我想说就是找困难破坏他关了
嘿啦，我先讲个日本。啊，即卖迄个，迄个无得爱国币，我们现在是啊出不了。我即卖都想无钱。讲上好是先开啦。哦。我钱较早，啊，我二十以前我都无钱。我今年上山，过年就过年下，咱今日贵了。这边的啊，全家都是压住的，十多岁。我说这个目标，合并就是那个政治委员，另外一块墙。嘿，这个目标，啊，都十多岁，安尼拢是做政治委员。Thank you.
我这样讲，出去出去进，进去，哦，那是。